近日，关之琳在接受专访时首度回应了缠绕他有关于拜金小三的传闻，并称我没有主动就行了，挡不住人家为了我做什么。当被问到是否后悔从前的做法时，关之琳意外的回应后悔过。此话一出，立即引发热议，网友纷纷挖出他曾经介入女星陈美玲和富商马清伟的婚姻的历史。陈美琪就是曾出演《白娘子传奇》中的小青，她在怀孕期间饱受关之琳和马清伟的绯闻，关之琳甚至还打电话骚扰陈美琪，导致她流产，从此不能生育。而当陈美琪得知关之琳说自己后悔过后，他也回应称悔意那还不算太坏。现在的关之琳仍然孤身一人，但是可怜之人也有可恨之处。